今天有请儿童组的所有小选手们来到舞台的中间，来有请。我知道台下有很多这些小选手们的大粉丝，来，你们支持哪一位选手？你们觉得今晚儿童组的冠军会是谁？来，有没有他们的粉丝？叫一下他们的名字给我看一下。哎，我看到有牌子了。 Skyler， 我听到了。 Jessica， Yeah， 好，那么现在名单已经在我手上了。那么首先我要宣布获得本次总决赛优秀奖的七位选手是，那么听到名字的小选手们呢，请你们往前站一步啊。咁跟住落嚟，获得优秀奖嘅七位选手啦，听到名咧就麻烦你哋向前行一步。那么获得优秀奖的，首先有我们的三号 Ophelia 孙王，来往前一步，谢谢。六号 Skyler 郭。七号 Larissa 王，七号，还有我们的八号郭嘉莹，还有我们的四号 Jessica， 还有我们的九号依依王，还有我们的二号何香莹，来恭喜七位选手，来往前站一点点，小朋友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最佳台风奖。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我们儿童组优秀奖的颁奖嘉宾。那么颁奖嘉宾是我们的陈姿慧老师，那有请陈老师为他们进行颁奖。跟住来了，有请陈老师为我哋获得优秀奖嘅七位选手嚟颁奖噶，咁再一次恭喜我哋嘅七位选手啦！有我哋嘅三号 Ophelia， 有我哋嘅六号 Skyler， 有我哋嘅七号 Larissa， 有我哋嘅八号郭嘉莹，仲有我哋嘅四号 Jessica， 我哋嘅九号依依王，我哋嘅二号何香莹。好啦，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陈老师为我们优秀奖的小选手们颁奖，我们老师可以直接把奖状发给他们，到他们在台下再换就好了。好，我们的七位优秀的小选手呢会获得我们的奖状，来，我们的掌声送给他们，很棒，七位小选手。好，谢谢陈老师，来，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我们一起对举着小奖状，还有我们的陈老师站到他们的中间，对，我们一起看着正前方，来给我们的摄像师，来，三二一，茄子。好，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七位获得优秀奖的选手们。好，谢谢，也谢谢陈老师，来，请几位选手站回原位。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三等奖，获得我们儿童组三等奖的有四位选手。首先有我们的十一号选手袁子琪，还有我们的五号选手 Jura Du， 还有我们的一号选手我们的智慧少儿表演艺术团，还有我们的十号选手 Clear 郭，来恭喜几位获得我们的三等奖。来，我们四位小朋友，来，我们的智慧少儿表演艺术团，我们一起往前站一点，对，我们刚才听到名字的四组选手往前站，对，好，那么接下来来站到一起，站到中间一点点。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三等奖的颁奖嘉宾江晓老师来为他们进行颁奖。咁我哋再一次恭喜获得我哋三等奖嘅有我哋嘅
袁子琪 Angela， 我们的五号 Gerard。对，那么三等奖呢，他们会获得三等奖的奖状和奖牌。来，每人可以获得奖状和奖牌。我们把对我们的李小姐把奖牌给我们的江晓老师来发给他们，我们可以直接把奖状发给他们，到了台下的时候再换啊。那么再一次恭喜我们获得三等奖的啦，有我们的，仲有我们的一号智慧少儿表演艺术团，那么仲有我们的十号 Clear 郭，系啦，亦都多谢我们的姜晓老师啦，为他们进行颁奖。再一次恭喜我们的四位四组的选手获得了我们青春中国梦全国首届全龄电视才艺选拔赛加拿大总决赛的三等奖。好，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来，小朋友站近一点，对，我们的江老师很专业啊。我们一起看着前方好不好，茄子。谢谢谢谢可爱的选手们，来，选手们请回到原位，选手们请回到原位，请各位选手翻斗远位，还也谢谢我们的江晓老师，让他回去。啊，好可爱的小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是二等奖了，你们觉得谁会获得二等奖？李亚，还有谁？那么好了，不卖关子了。那么获得二等奖的是由我们的十五号于佩妍，来往前站一步，还有我们的十二号 Leon， 还有我们的十四号，我们的三人小主唱十四号 Joshua、Susanna， 还有我们的 Aaron， 对，往前站。接下来我们有请二等奖的颁奖嘉宾。我们的 Beaver Valley Stone 的代表菲尔蔡女士，来，有请。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获得二等奖的小朋友了。那么我们的，来，麻烦我们的蔡女士把我们的小朋友引到舞台的中间，你们是舞台最亮的那颗星，来，我们站到，哇，好聪明的小朋友。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获得二等奖的小朋友了，来，有请我们的蔡女士为他们颁发我们的奖状和奖牌。我等我们二等奖呢，有我们的十五号佩妍，有我们的十二号我们的 Leon， 有我们的十四号我们的三人小组唱。再一次恭喜我们获得二等奖的三组小朋友。哇，哎，还会脱帽，哎，这小孩，现在的小孩子太聪明了。我们可以直接先把奖牌发给他们，等一下他们到台下再换啊。好，来，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来，我们看着舞台的正前方，三二一，茄子。好，谢谢谢谢几位可爱的小朋友们，来，请回到舞台。那么谢谢我们的蔡女士，接下来就要颁发我们的一等奖了。来，一等奖就是，没错，我们最后的一位选手，十三号选手，我们的林坚美，她给我们带来的优雅的芭蕾舞，恭喜您。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有请黄信来博士为我们的一等奖颁奖。那么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一等奖获得者，就是我们的十三号林千美。同时我们都有请黄幸来博士为他进行这个颁奖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有请澳门堕楼 CEO Catherine 为一等奖的选手颁发现金券。那么我们的 Catherine 也是2018我是演说家浙江区的代言人。来，还有我们的，来，有请我们的 Catherine。
为我们的儿童组的冠军颁发现金券，来，恭喜您！哇哦，还有小风车。好，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来，一起看着正前方，来，三二一，茄子，谢谢。好，谢谢，请回到舞台中间。那么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儿童组的选手，也谢谢我们所有的颁奖嘉宾。好，也谢谢所有台上的小朋友们，谢谢，恭喜你们。哇哦，